无量一法水颂，青年入金藏，有如踏查慈济58年行善足迹。我就是施工所说的那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小星星，施工凝抓住我了，就像这句静思语一样，只要缘深就不怕，缘来的迟，只要找到路就不怕路遥远，我找到路了。哇，一直哭，我讲孩子，阿你是安怎啦？阿你哪会咧哭啦？ 施工好辛苦，以前你跟我说啊，我都不听。啊，我现在跟弟弟说，啊，弟弟不听，啊，我才体会到施工好辛苦。这么多人，如果都不听施工的话，施工应该安怎？施工很辛苦，现在呢也年纪大了，力量呢也比较衰微起来。 所以需要你们年轻人赶快勇猛精进。因为金藏演艺受到感动，发愿成为慈济志工。无量一法水颂演艺落幕，慈济行善队伍注入了新的生力军。哪里有灾难，都能看到慈济人的身影。卡努台风重创南投仁爱山区，慈济志工立刻动员。慈济人呐、啊，把物资呢，都是。 已经搬上了，这直升机哈，那委托到山上去了，这都是很感恩。我们能赶快供应需要的物资啦，这就是我们要及时行动的，大家都做到了。上人期许大家发心立愿，传承汇合，接引更多人，让行善的力量持续绵延。大爱新闻李亚平国际宗台中报道。